黄金为民肩负使命，欢迎继续收看由中国黄金全程独家冠名播出的传奇中国节春节除夕特别节目。那么大家通过电视画面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呢，夜幕已经降临，华灯初上，相信很多的朋友已经回到家里与亲人团聚哈。嗯，好，我们还继续我们的节目，看一看我们这个探营春晚啊。嗯，第三次参加春晚演出的陈伟霆呢，今年他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他对于春晚又有哪些深刻的记忆？来看吴鹏的探访。那么站在旁边的这位呢，不用我过多的介绍，今年第三次参加春晚的陈伟霆，伟霆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伟霆啊，也是每年的年三十都会在我们传奇中国节春节和大家见面啊。今年第三次参加春晚，今年会有不同的感受吗？今年是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可以跟成龙大哥合作哦。之前上春晚的时候我做过一个访问，还有我小时候经常我对春晚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是看成龙大哥的表演。哦，真的，就是以前在香港住嘛，然后有很多报道啊，新闻也说哦，成龙大哥去春晚了，然后我开始知道哇，春晚一个盛大的一个事情，然后没想到今年终于可以跟成龙大哥一同台合唱啊。看来那时候儿时的春晚的记忆是成龙大哥，那么现在参加了三年春晚之后，现在又觉得春晚，你觉得春晚是什么？我觉得是个大家庭，真的。就是好像跟哥你就是接受访问都会有我们要见面，对对对对，就是每一年春晚就是除了跟你见面，在后台跟了所有春晚的同事见面，其实我们艺人还好，就是过来彩排，但是我知道工作人员是背后是做了很多很多付出，他们不停的通宵，每一天在后台都是在通宵，自己在把那个节目怎么可以呈现一个最完美的一个效果给到观众去看。那么在春晚舞台上，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表演是吗？都是成龙大哥的表演。还是成龙大哥给你的印象比较深刻。对，还有刘德华先生，啊，对他们的表演，就小时候印象是最深的。当然呢，就是去年的我的表演，我自己觉得都挺好的。包括黄渤大哥他最好的舞台，对，所以也希望我可以留下一些很好的印象给到观众朋友。那么在这儿呢，也想请伟霆通过我们中文国际频道的这个平台，要向全球华人再次送出新春的祝福，一年一次，每年都会有新鲜的祝福送给大家。今年其实没有新鲜的祝福，今年还是要说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对，因为最近其实天气也是比较冷，无论是哪个地方都是冷，我觉得是老人家也好小朋友也好注意保暖，因为我觉得天气冷就很容易生病，我就希望这一年大家都要身体健康，这个真的很重要。嗯，好，很温暖。那么今天晚上伟霆和成龙大哥这个节目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晚上见。好，北京时间19:07，下面我们再次来连线目前正在央视春晚现场守候的主持人吴鹏。吴鹏，通过我们连线的这个频率啊，可以感觉到这个春晚的脚步的确是越来越近了，人们对春晚的期待也达到了沸点。现场的时间交给你。好的，英峰，你那边是19:07，我这边已经19:08。这段时间过得确实很快，因为此时此刻的一号演播大厅环形走廊人头攒动啊，确实是这样。而且呢，我们的演员呢，演职人员已经是基本上已经就位，陆陆续续的我们的观众也开始入场了。旁边这两位也是我们请到我们采访点的两位大家非常喜欢的两位演员，乔杉和天林，来给大家打一招呼。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乔杉。全国的华人朋友们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翟天临。为什么要请两位来到我们这个采访点呢？因为之前我们做了一个采访，因为特别想聊一聊此时此刻，特别是天临第一次参加春晚是新人，此时此刻的这种感受是什么样的，担心你孤独，所以说把乔杉给叫来了。你这个行为做得非常对，他在我旁边会很踏实，是吧？手心还在出汗呢，你看手心还在出汗，非常的激动紧张，因为第一次来，然后也觉得还挺自豪的，我觉得希望自己一会儿能够表现得好一点。
他的表现怎么样？天理的表现非常棒，真的，第一次上春晚的舞台，我记得我第一次的时候，就是感觉非常紧张。他现在因为名气也很大，因为也是一个成熟的演员了，所以说他今天上来这一点点紧张，其实他每次在台上表现的都非常好。但是我觉得紧张一点好，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情绪嘛，我觉得会对自己有情绪上的调动会好一点。他今天晚上收留我回家过年。对对对对对，因为再加我一个吗？太好了，太没问题了。因为我们这前后后有上千个演职人员，他们为了这台春晚在努力着，在为了让大家在年三十的时候能够快乐快乐，能够高兴，所以他们都不能回家，所以我向他们致敬，真的是这样啊。刚才说两位要一起过年的，也反映出我们其实春晚所有的演职人员也是一个欢乐大家庭，我们一起过大年，和全国人民一起。刚才有他的粉丝还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专门给我们送了饺子，就怕我们饿着。这个对。今年的节目叫《儿子来了》，那么从这个年龄上看，两位应该是演的儿子吧？对对对。反正演爹是费劲。反正演爹不太合适，不太好意思。因为跟我们合作的都是老艺术家，因为大家也都看节目单了，对吧？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啊，儿子，很怪，这个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所以人物关系非常的混乱。没错，就是谁都有可能是儿子，谁有可能不是。是爸爸。好吧。对啊。那么葛优他会演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也不好说，也不好说，因为这个事儿主要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新鲜感，一会儿看我们演出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小的悬念，对吧？葛大爷非常的紧张，然后他一直在努力的背词儿，就是拍着脑门背词儿呢。他总是想照亮别人，照亮我们，他就是他像一个反光板，没错没错，他的对对对，像个电灯泡一样照亮着我们，一照出来都显得我们化妆了。那么今晚这个节目呢，也是非常的受我们的这个关注和期待哈。究竟儿子来了谁演儿子啊？大家在里边各个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今天晚上见分晓。对，年夜饭据说是要到小人家。对对对对对对对。准备什么内容？他有东北的，他给我准备了东北特色的酸菜馅的饺子，就是我姑姑给包的，然后冻起来的，然后还有烤肉，东北的烤肉，然后还有火锅。我带了青岛的啤酒，还有海鲜饺子。哎，对对对对对。很丰盛，我们但是两个地区不同的那个，但是放到一起来吃。对啊，这会儿我觉得马上要临近春晚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有点什么歌声哦什么之类的？是吧？对。哦，那我们先消除一下紧张感啊，紧张和尴尬的气氛。所以请乔杉老师。哎呀，好，来，我给大家唱一句拜年的歌哈，新年好啊，新年好啊，祝贺大家新年好。还是看小品吧，把时间再交回给英峰。我们唱个我们。不过唱的还真挺好，哎，祝福是很真诚的，对对对对，祝福很真。好，英峰，我们这边情况就是这样的，英峰，晚上见。哎，这过年的气氛是越来越浓了，谢谢二位，谢谢吴鹏，稍后再见。那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融媒体时间，马上来连线端端和鲁健，交给你们了。好的，亲爱的网友们，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传奇中国节春节的融媒体演播室，我们的融媒体演播室是互动不停，好礼不断。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又迎来了新的嘉宾来到融媒体演播室，大家掌声欢迎，隆重介绍一下，一位是西苑医院致畏病中心主任张晋，欢迎张主任。欢迎张主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张晋再次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既亥健康，谢谢。 好，谢谢张主任，请就坐。还有一位呢是民俗专家高磊先生，欢迎高先生。欢迎高老师啊，又和我们见面了啊。大家好，高磊在这里给全国观众拜年。好的，谢谢，请就坐。其实这两位新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传奇中国节去年过年的时候就过来了，一位为我们介绍过年的年俗，还有一位为我们介绍过年吃什么养生的好吃的。所以我们这个传奇中国节的这个除夕的时候呢，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当然我们说到传奇中国节呢，就要讲到这个年俗。那说到这个年俗啊，那我们肯定要谈到这个故宫了啊，因为故宫呢是我们讲年俗这个避不开的一个话题。那么今年呢，我们的双胞胎姐妹花雨萌和雨桐姐妹俩呢，特别提前帮大家进行了一个探访，看看故宫开门办大年是什么样的。
哇，北京的年味儿真的是越来越浓郁了。今天呢，我们在故宫博物院就带大家感受在紫禁城里过大年。是的，那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们仔细研究了一下清代档案史料，把这个过年的时候宫廷中的热闹景象呢，通过展览展示在大家面前。比如说我们身后这个巨大的物体就叫做万寿灯，像万寿灯、天灯都是清代早中期的时候过年最盛大的活动之一。但是呢，在历史的沿革当中已经消失了将近有200年了，它们相关的文物也是分散到各处，渐渐的不为人所知。但是呢，有研究人员的努力呢，他们在文献中不仅仅是发现了万寿灯、天灯的使用方法，甚至连详细的尺寸资料都有，而且还在库房里发现了这些部件的原件和模型。那通过这些呢，他们就复原，并且把万寿灯和天灯又树立在了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散去找一找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展品吧。好，出发。春节既是中国人的团圆节，也是中国人的狂欢节。旁边展柜当中的冰溪图呢，描绘的就是腊月初八太液池冰溪的场景。看动画中的八旗健儿们，他们正在表演花样滑冰，表演这样杂技，他们有的在倒立，有的在舞枪，非常的热闹。其实啊，现在在北方的很多地方还保存着冰溪的习俗，怎么样，是不是也想加入他们一起来试一下呢？展品呀，真的是琳琅满目。那在这里呢，也有一些与中国节气和中国民俗相关的展品。就比如说这一幅图，大家看，这是一幅双钩描红的书法，那上面呢写了9个字：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这是一幅什么图呢？这幅图啊叫做九九消寒图，每个字都是9个笔画，981个笔画。古人呢从冬至开始呀，每天会在上面描上一个笔画，等到981天之后呢，春回大地，一幅九九消寒图才算是大功告成了。怎么样，古人的智慧是不是非常的强大呢？在故宫中，团圆饭究竟是怎么吃的呢？那这儿呢，就是敦亲睦族单元，展示了元代这天皇帝和宗亲后妃分别宴饮的场景。是的，可以看到呀，这边呢就展示了这个金龙大宴桌以及宗亲宴桌，是通过复原陈列的方式展示的。那这宴桌上的摆设呢，则是参照了乾隆48年善导的记载。怎么样，是不是很想在宫里面体验一顿精美的年夜饭大餐呢？在故宫的许多门上呢，都贴上了这样的春联，也贴上了门神，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感受这份年味儿。那从古至今呢，辞旧迎新一直是中国人过年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到这里啊，我和雨桐也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大吉大利。好，了解完故宫的过年习俗哈，我们请三位嘉宾来聊一聊。特别巧的是，他们三个都是老北京人。老北京特讲究。今天小辉说他中午吃的春饼，因今天恰逢立春哈。而且我知道很多老北京过年吃素馅饺子。您三位都有哪些民俗跟我们分享一下？张老师先来。实际上呢，在今年呢，我们叫己亥年。己亥年呢，中医认为六几年呢土运不济，那这个时候我们脾胃弱。那在今年我们在吃饺子的时候呢，就要特别注意，我们在饺子馅儿当中呢要多一些健脾的食材，同时呢还要防止这种秋春天的这种燥风燥伤我们的津液。那呢，在做饺子的时候呢，还可以加一些藕丁啊、荸荠啊，既可以养肝，又可以润燥了。那所以今年的这种吃饺子的习俗呢，在其实不论是在什么时候啊，不论是在这个哪一个地方，饺子是必不可少的春节的这种食材。要是现在馅儿和好没放好，可以来杯荸荠水哈，就不喝饺子汤了。哎，就是饺子虽然相似，但是里边的馅儿可以大不同嘛。没错，是的。确实应该说生活需要仪式感，包饺子呢就是春节的仪式感。每年呢我们家里头呢也会包饺子，其实早晨起来呢听到剁馅的声音就是一种幸福。包饺子呢可能各家各户有自己的偏好，有的时候呢会放一些我们叫钢镚，就是硬币，谁吃到呢谁就最有福气。小的时候孩子比较淘气，还在这个饺子里头放一些糖豆啊、糖块什么的，这个混淆视听。所以包饺子应该说是很多北京人家里头在过年的期间必须要进行的一项群众运动，大家一起上。我是比较喜欢擀皮儿，这个饺子皮儿要擀得有讲究的话，中间要稍厚，两边要稍薄。高老师跟我们说一说，除了吃以外，还有哪些民俗呢？那个我个人
这个过春节有三件事儿是必须要做的，一个是除旧迎新，帮着父母把家里边的对联换成新的对联，包括我自己的，还有一个呢是我个人的一个那个什么，是给父母磕一个头，这个尊敬老人，这是我这么多年秉承的那一个习惯。第三件事儿就是跟刚才两位老师说的一样，一定要吃包饺子。那您的儿孙辈，我想也是给您这一辈进行磕头吧？这个传承下来了吗？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是目前没有，因为这个事儿是属于个例，属于我自己的个例。因为我，觉得我在给他们磕头的时候，我这个年龄给他们磕头的时候，他们眼里边，这个一直是闪着那种泪花，我心里边觉得非常的幸福。几位嘉宾一说饺子，我觉得好像有点这个年夜饭的时间到了。哎，我觉得刚才小辉说的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早上听到剁馅儿的声音就是一种感动，家的温暖，家的声音哈。刚才其实片中已经放过，就是主持人们包饺子，我们这个饺子包的确实是水平有限，不过网友们给我们贡献了很多智慧，他们包了很多花式的饺子供您家年夜饭来参考，一起来看一下。就是饺子，啊，恭喜发财。我是客家人铁头，祝大家2019事事顺意，家庭幸福。好，现在呢，我们的演播室，融媒体演播室，大家看到这个花车呢已经开进来了。哈哈，一说到这个花车，漂亮，各种挂饰，对呀、啊，还有大家看到民俗饰品，而且呢，这个美食都已经摆在这个花车上了。所以说到这个中国的传统佳节，好像和美食总是有着不可解的渊源。高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是这样想，这个过春节，这个有了这么多年的历史，这么长的历史的长河里边。唯有一样食品是从来没有更改过的，就是饺子。所以饺子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不光是过春节，应该说它也带的和现代人的这种象征意义，比如说亲情啊，比如说友情，比如说团圆，比如说招财啊，一个系列的这个把饮食变成了一种精神的财富，在节日期间跟大家共享。而且我觉得每家的饺子味道都有传承，下一代都希望能够把上一代的饺子味道能够继承下来，争取拌出同样的馅儿。张主任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春节期间年夜饭是不是还是得注意健康啊？对，是的，就像刚才高老师说了，咱们过节不能没饺子，但是中国还有一句话叫无酒不成席啊，无酒不成宴。其实过年期间呢，很多人家家户户都要有那么一点小酒，但是呢，我想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凡是如果要有最近呢有感染啊，吃了有抗菌素，
其是头孢类的抗菌素，那尽量还是要克制一下，我们就不要饮酒了，避免发生这种双流轮一样的这种变化，影响我们的身体，影响家人的团聚的气氛。那年夜饭再给我们建议一下，哪道菜非常适合立春时节来吃呢？实际上立春时节我们最合适吃的当然就是我们北京的这种春饼，其实各个地方都这种春饼呢是有相应的一个不同的内容，实际上春饼里面呢我们就象征着我们春天要新，我们要生发向上，同时呢还要注意我们要避免我们过于寒冷，因为这个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倒春寒，尤其是今年就要注意呢，我们要防寒保暖，同时还要润燥。嗯，这个花车上有好多好吃的，除了饺子以外，小辉你们比如说从小在北京生活，哪些是自己常见的或者经常爱吃的呀？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今天中午吃过的一种，鸽子盒。北京吃鸽子盒是很有讲究的。这我还真没吃过。我拿起来看一看，这叫鸽子盒。哎，我好像也没吃过。对，鸽子盒呢讲究的是炸的吧？乌州区的鸽子盒，过去叫通县的鸽子盒，炸的是最好的，非常酥脆，特别脆，松脆可口。松脆可口。对，然后现在新鲜的北京小吃协会特意为我们这个会。做的这个，哎呦，这是属于定制美食啊，而且全都是传承人做的。这是什么呀？对对对，驴打滚儿，对，这是一个集合，驴打滚儿，豌豆黄、山楂糕、爱窝窝等等多个种类，这我都爱吃。对对对，我看过一本书，上面说那个豌豆黄啊，是清代那像慈禧太后啊，很多后宫的人都是特别爱吃的。对，豌豆黄是因为慈禧喜爱，所以就大家都广为熟知。然后这个驴打滚呢，其实更有一种画面感，就是这个驴在这个黄土里打了滚以后，它就是这种有一种黄色的这种气氛，城南旧事里边也描写过。对，然后呢，还有一样呢，大家可能不太，平常不太常吃。嗯，卢老师看看，这是叫焦圈儿。焦圈儿，对，这得配着这个豆汁儿，配豆汁儿的，对对对。有豆汁儿，但是那个豆汁儿没拿上来，对对对，不太适合这个，是吧？其实北京人很多，北京人还是会喝豆汁儿。实际上豆汁儿是很好的，豆汁儿呢，尤其是过节的时候要喝上一碗呢，还有一个解酒的作用，还能够养阴润燥。它是发酵的，是不是？对，发酵食品，尤其是对我们胃肠道是有好处的。不管是这个老舍先生还是梁实秋先生，他们都写到过这个很多北京的年俗，包括北京的小吃。我记得梁实秋先生呢，就写到他喝豆汁儿的时候要这个滚热的豆汁儿慢慢的来喝，其实里头也有一种养生的平衡，因为豆汁儿比较凉性。对，是的。偷偷告诉你，为什么这里边胶圈少了一个？尝过了，这没配豆汁儿已经被某人不吃了。对，被段段老师。但是我吃之前真不知道叫胶圈，不过确实很好吃。这个我觉得吃油条，听着我们这说北京的这些美食啊，可能各地呢都有不同的这个美食。这个时候年夜饭可能大家餐桌上呢都已经这个上了。节目进行到这儿，咱们除了聊美食、聊年俗，是不是也要上大招了？是我们这个大招也是网友贡献的，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贡献的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过哪里，都留住一首赞歌。男女生这个小合唱啊，这个咱们互动演播室呢就得互动起来，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还是继续通过这个手机摇电视啊，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呢，关注中国云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抽奖。那我们抽奖继续啊，赶紧发出最后一个红包。好的，黄金为民，肩负使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由中国黄金全程独家冠名播出的传奇中国节春节除夕特别节目。
没错，那既然我们这个环节讲的是年夜饭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互动就来出一个和年夜饭相关的互动。哎，是的，那这次互动呢，玩法也很简单，就是在中国运动场微信公众号上会弹出一个除夕年夜饭。哎，出来了。对，五种原材料呢，可以生成五道吉利菜，任选一道就可以抽大奖了。那抽中大奖的观众啊，幸运了，就可以获得由中国黄金提供的足金赚钱猪视频哦。哇塞，所以千万不要忘记手机摇一摇，或者是扫描我们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中国运动场的同名公众号，就可以参与互动，有机会趁最后的机会抽上我们的大奖。是在看春晚之前赶紧讨一个好吉头吉兆啊。没错，在除夕夜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赶紧的通过我们这个中国运动场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抽奖吧，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一年的好运气。那我们传奇中国节春节融媒体演播室这个时段呢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我们主演播室传奇中国节特别节目仍将继续。没错，我们要和今天的春节联欢晚会无缝对接，对不对？那我们最后也给大家再次送上我们新年的祝福吧，祝愿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新春快乐，诸事顺利。那我们这个时段就到这里了，再见再见。欢迎继续收看传奇中国节春节特别节目，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即体验红包新玩法，黄金红包发金沙送祝福，还可以参与抢红包摇黄金的活动哦。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现在呢，离2019年春晚拉开大幕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马上来连线目前正在央视春晚现场的主持人吴鹏。吴鹏你好，话不多说，交给你现场。好，迎风，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0，还有半个小时，2019春晚大幕将会掀起。现在大家看到呢，三位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我们的小品演员啊，这个林永健老师，还有孙涛老师、句号老师，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采访点，最后一次采访。孙涛老师，去年我们在一起连线，这一年过去，您一点没变的。谢谢谢谢，你也没变，真是快，时间过得太快了，一年就过去了，感觉好像这一年没怎么过。但是呢，每天我们都是其实在期待这个日子到来，期待这个到来能给大家拜个年，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能给大家献上一个大家喜欢的节目。林永健老师呢？哎呀，也是很高兴，很开心，因为马上就要直播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总希望这个更多的观众关注到我们这个晚会里边来，关注到我们这个作品当中去，是吧？我们非常高兴啊。也是也是，我们经过努力，我们要把2018画个圆满的句号，迎接2019。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哈。OK， 谢谢。那么在这儿呢，当然我们的这个春晚舞台少不了这个孩子们的身影，在这儿我们的孩子们也要给全球华人拜年。来，孩子们，一。叔叔阿姨，新春快乐！我们给您拜年了。哦，我们几位也要给大家拜年了。好，祝大家，祝全球的华人，祝全球华人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英峰这边情况就这样，把时间再交回给你，英峰。好，谢谢吴鹏，也谢谢现场大小演员们的祝福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受，刚才看他们的祝福，感受到仿佛观众爆发出的这个笑声哈，和春节喜庆祥和的气氛。的确，是离春晚的大幕拉起呢是越来越近了，所以呢现场呢大家既紧张又热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气氛，它将一点一点的升温，直到开。大幕开启的那一瞬间开始蒸腾，静候这一刻的来临，我们在期待。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吴鹏采访到的一个青春组合 TFBOYS。 好，那么下面来到我们采访点的不用多说，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欢的 TFBOYS， 你们好，来跟大家打一招呼。 Hello 大家，我们是 TFBOYS， 第四次参加春晚，也这是第三次来到我们的这个采访点，我觉得我这个话筒是越举越高。这个第四次参加春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第四次就感觉就是一种陪伴吧，相当于就是春晚陪伴我们长大，我们现在每年也这个时候也会来到春晚跟大家一起过年，陪伴大家一块儿过年。
就是因为已经是第四次来到春晚，那是非常荣幸春晚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陪着全国人民一起过年。第四次就是非常高兴啊，然后也很开心能够得到央视春晚的肯定跟邀请。今年这个节目应该也是一个歌唱类的节目吧？是的，今年的这个节目呢也是一个歌唱类的节目，然后呢是唱出了我们这一代就是对于追梦的这样一个主题，对，要勇敢追梦，对。那这首歌呢其实我们能够唱到我们觉得特别合适，因为就是正符合现在当下年轻人和我们的心境，就是要勇敢追梦然后不惧前行，对。这次因为也是很开心氛围向上的这么一个歌舞节目啊，然后也是跟一些前辈的艺人同台啊，所以会比较荣幸。今年这个年夜饭又是怎么准备的？年夜饭呢就是大年初一然后回到家里面跟家人们一块吃。重庆的话应该每年都会吃火锅吧，对，红红火火的。家里的特色菜的话就是我们湖南是有一个土匪鸭，我爷爷奶奶做的，我特别喜欢吃。好，三十晚上我们再见。在春晚演员休息区呢，吴鹏还采访到了春晚参演嘉宾迪丽热巴，来看一下。好，吴鹏谈春晚，下面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位是谁呢？青年演员迪丽热巴，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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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参加春晚，对，第一次，相信会有不同的感受。对，第一次参加其实比较紧张，然后也很荣幸，也很忐忑。紧张荣幸，但是现在感觉不到你的这种紧张。对，因为还有一点时间，所以就还好。在这问你个问题，在平复。问你个问题，第一次上春晚之后，那么现在再问你，春晚是什么？春晚是幸福，是团圆，是美好和喜庆。那么今年春晚看你什么呢？今年春晚唱歌。对对对，今年是要唱歌，然后和大家一起看我喜庆的唱歌吧。会有一些这个舞蹈动作吗？不会有，但是有专业的舞蹈演员。那我觉得会少了一点意思啊，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迪丽热巴是既能唱又能跳的啊。让你在春晚舞台上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呢？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春晚，然后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片段，我觉得是大家就会所有的艺术工作者也好，还是就是有自己才艺想要展现自己才艺的普通的百姓也好，就是大家聚集在这里就是为了开心，就是为了能把快乐和喜悦传递给电视机前和现场的观众朋友。所以说这顿年夜饭是也是我们亿万观众每年的这个年三十都要这个一定要啊要蹲守的。那在这儿也想请你通过我们中文国际频道的平台向全球华人拜个年，好不好？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迪丽热巴，在这里我要祝全球华人身体健康，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事事顺心，然后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可以更加快乐，更加开心。其实看到迪丽热巴我就想起那首歌，新疆是个好地方啊，是吧？对对对，我们新疆好地方哎。还是不是还得这样？对对对，还得动脖子。我新疆是个好地方啊。好了，我们三十晚上再见吧。好，我们再来看吴鹏采访到的周冬雨。好，吴鹏探春晚，今天来到我们的探班现场的这位呢是青年演员周冬雨。冬雨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第二次参加春晚，相信会有不同的感受。对，就第一次上台特别特别紧张，我相信这次也会一样的很紧张的。对，但我可能会少几次紧张吧。对，这样子。那么两次参加春晚，在这儿有个问题想问，春晚是什么？我觉得春晚就是一个可以放很多假，然后大家团圆，主要是大家团圆，然后庆祝这一年收获的这么一个日子。对，我和春晚不得不说的故事有哪些呢？每一年我们家都是一定要等到春晚结束敲钟之后才可以睡觉。你的春晚的表情包有什么？最少三个。嗑瓜子儿，吃饺子，然后敲钟睡觉。今年春晚看我什么？看我唱一首十分喜庆的歌曲。十分喜庆的歌曲会有舞蹈吗？会有轻微的晃动。轻微的晃动的喜庆的歌曲，
非常期待年三十晚上和大家见面。在海外有没有过年的经历？好像没有。嗯，我觉得过年就是要回家。但其实呢，此时此刻呢，有很多海外的华人华侨，或者是在外面学习或工作，他们已在海外啊，在这个没有和家人团聚。其实在这儿呢，我们要送出我们对大家的新春的祝福，也希望冬雨特别是对我们海外华人送出新春的祝福。一定要多吃饺子，然后一定要看春晚，然后祝你们心想的事儿都能成。嗯，好，那我们三十晚上再见。在历届春晚舞台上啊，李文启、黄晓娟给大家演出了不少经典的小品。那么本届的春晚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节目？他们眼中的春晚是什么样的？来看吴鹏的探访。好，吴鹏探春晚，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两位呢不用多介绍，李文启老师、黄晓娟老师，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点，欢迎二位。啊，谢谢、大家好。嗯，两位老师往这儿一站呢，相信大家脑海里边会浮现出很多二位老师在这个春晚舞台上所呈现出来的经典作品，比如说吃饺子，比如说桥啊等等，这些真的马上能显现出来。那么今年两位老师是一个作品呢，还是各自不同的作品？这还不能剧透，但是我们俩是在一个节目里啊，非常好看。因为我们彩排的时候见了观众，观众都是报以很多的笑声和掌声。嗯，那么在这儿呢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觉得春晚是什么？春晚作为我们演员来讲，就是给全国人民、全球华人送去欢乐。对，我觉得就是给我们全国人民的一道年夜大餐，这道餐必须有的。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以往一些经典的作品，比如说吃饺子啊，那到底是窝头好吃还是饺子好吃呢？其实没有窝头就没有饺子。对，2019年就是建国70周年，提起改革开放啊，我们就是说从窝头到了饺子。嗯，我的确由衷的为我们祖国自豪，为我们祖国歌唱，我愿意参加春节晚会来歌颂我们的国家。确实通过我们春晚的舞台就能看到我们的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舞台最早啊，舞美设计都是很简单的，大家要看看80年代、90年代啊，那个春晚就是几张圆桌，再看今天的舞台绚丽多彩，真的是琳琅满目。确实春晚舞台的变化，春晚节目内容的变化，也展现的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国家发展的变化。也请两位老师通过我们中文国际频道的这个平台给全球华人拜个年好不好？来。我是演员李文启，我在这里呢给我们全国人民以及全球的华人拜年了。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晓娟，那么我在这里也祝我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及全球的华人朋友们新的一年大吉大利，万事如意。五湖四海辞旧迎新，同歌共舞，意浓情暖。在中国农历新年到来之际呢，全球多地都举行了庆祝中国春节的一系列文化活动，让海外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都感受到了浓浓的中国年味儿。从2月1号至10号，澳大利亚悉尼举办2019年农历新年贺岁活动。在庆典开幕仪式上，澳中两国各界人士怀着对明天的美好期望，共祝两国人民幸福安康。We're launching our festival tonight to celebrate the 2019 Lunar Sydney Festival, the Year of the Pig. So, Kung Hai Fat Choi and Xin Yang Kui Le. 夜幕降临，绚丽的烟火在悉尼歌剧院上空绽放，著名的海港大桥点亮了中国红。本次庆典包括了备受青睐的农历花灯会、本土亚裔多民族文艺表演、唐人街贺岁庆祝活动、美食饕餮、南诗北舞等活动，预计将吸引游客130多万。在正月初一，悉尼还将组织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活动，希望创下最多人吃饺子的纪录。春节期间的龙舟竞渡将有3000名赛手参与其中，届时观众人数有望突破10万人。
日前，由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组织的华人华侨春节大巡游活动在迪拜市中心上演。巡游活动开始前，代总领事谭礼和迪拜皇室曼苏尔王子用毛笔蘸朱砂，共同为两头武士点睛。近千名华人华侨组成了20多个巡游方阵，展示着独具中华文化特色的服饰、花车、民俗。近20米长的蛟龙在空中腾挪转移，身着中国民族服装的舞蹈方阵翩翩起舞。最具特色的要数各个方阵展示的故乡风情，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生活在阿联酋的外国人，都被现场喜庆祥和的气氛所感染，纷纷驻足欣赏。与此同时，在迪拜棕榈岛上，灯笼、福字等中国传统民俗元素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里，阿联酋龙舟协会组织了一场龙舟比赛，共有60支龙舟队1200人参加。这是阿联酋龙舟协会连续第三年为庆祝中国春节而特地举办龙舟比赛。Because dragon boating originated in China 2,500 years ago, so it's a very special part of every dragon boat community, and that's why we embrace Chinese New Year for this.我们能在中国春节来临之际参加迪拜的龙舟大赛，然后我们感觉到很骄傲。借此机会，我们那个向全球华人拜个年，祝全球华人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的，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春晚啊，其实春晚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新的年俗了哈，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对春晚都有哪些记忆。我先来说我对春晚的记忆。我对春晚的记忆呢是有两首歌，其中有一首呢是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很多人都背井离乡的到外面去打工了。那个时候呢，在整个社会都在追求一种经济发展的时候，在人们的内心当中呢就少了一种情感了。所以那个阶段哈，央视春晚呢是推出了很多跟这个家庭有关的歌曲，比如说在1999年的那首《常回家看看》就成为了一个爆发点了。对，其实歌词写的非常的朴实，我记得歌词当中好像唱到就是说：“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其实这是非常小的一个小事儿。但是就因为我们不能够经常回家，我们不能够经常的陪伴在父母身边，就把这样一件事变得是一种期待和一种奢望了。而且我想请教一下，崔老师，您对春晚的记忆都有哪些会有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对春晚的记忆最早不是在家看的，是在院街坊家看的。那时候家里没电视，没有电视，就是应该是第一次春晚。对对对。那阵儿啊，你比如说院里啊，谁家有个电视，那看电视的时候怎么着呀？这全院都上他们家看去。啊，这今儿呢还得提供什么瓜子花生，提供茶水啊，看着特热闹。当时好像有一小品吃鸡，印象特别深刻。对对对，是因为当时没见过那种表演形式，哎呦，觉得太生动了，热辣咬那鸡。哑剧小品王景瑜。对，没错，就是吃鸡。不小心暴露了我的年龄。后来我第一次看彩电就是看的春晚啊，当时呢是有一个亲戚啊出国带回来那么一个彩电，还在奶奶家看的什么呢？《我的中国心》。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而且印象很深是什么呀？那个地板会亮，啊，当时就觉得是一个高科技啊，整个那个地板跟着它那个节奏唰唰唰唰在闪，而且呢它的那个台风跟当时的大陆的这些演员都不一样哈，温文尔雅，非常的有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感觉，非常震撼。再后来呢，你像什么小品吃面条啊，这个也是印象很深的啊，在地下，哎呦，端着一个面条是吧？对。后来我写了一本书叫《一面一世界》，还把这个内容还写进去了啊。你看，我就说啊，中国人都喜欢吃面条，你看小孩喜欢吃，老人喜欢吃，演春晚也离不开吃面条，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春晚的记忆啊，还真是挺多的，包括那年唱那个什么。一把火是吧？对对，整个火遍全国。对对对，不过那我觉得说实在都是比较靠后的内容了。对，这个您说的其实都是比较靠前的，大概可能是。我有一个体会，崔老师的春晚记忆正好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变革。哎，确实是，基本上是按照改革开放来。你想，从我们家没有电视，到上街坊家看电视，然后呢，到看彩色电视。到最后我们自己家有电视，不光是春晚，它跟电视机的这种传播方式都是密切相关的。其实有时候我就在说哈，春晚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春晚就是一个让中国十几亿人亲情和乡愁都能够集中爆发和释放的一个平台，同时它也是肩负着我们全球华人的这种凝聚力哈。
春晚，嗯，的确是永远的春晚共同的记忆。好，哎呀，欢乐的时光总是格外的短暂，不知不觉呢，五个小时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这五个小时里，我们都在说着这个最温暖也是最喜庆的词，这就是过年。嗯，年是什么？是团圆，是欢乐，是祝福，是感恩。感恩亲人，感恩朋友，感恩身边的每一个人，更感恩我们的时代和祖国。浓浓的中国年凝聚着千百年来的中华文化，除夕我们在这里辞别旧岁，迎接新年，也寄托着我们最真挚的祝福。那么在这里我们也一同来祝福电视机前的每位观众以及全球的华侨华人，在新的一年里吉祥如意，幸福安康。当然同时要祝福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好，今天非常感谢崔岱海先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同时也要感谢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再会。好，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春节联欢晚会。谢谢。